大山又来上课了，最近一直在玩恰机，难免有些视觉疲劳，来换一个养眼的游戏。课上米哈游上线了一款开放世界冒险 RPG 游戏，名字叫《原神》，游戏玩法非常新颖，玩家可以在这个开放世界随意探索，并且有很多的人物等你解锁。今天就着重讲讲可莉，调皮捣蛋暴力的小妹妹，但说话却奶声奶气。我就属公的，城里放炮，禁闭室爆弹，炸弹伤人请找上门，放火烧山可莉完蛋，这就是可莉在骑士团的生存守则。而且可莉赶路时也不会忘记迈着小短腿耍宝卖萌。但是当我看到他停下来的瞬间，心里突然咯噔一下，看到他踉踉跄跄的样子，真怕他一个不小心摔倒在地。而且短腿可莉跳跃的样子也像极了傻狍子。绿就万高草原最美的花，火红的萨尔朗，真是萌化了老夫的少年心啊。太可爱了，跳水时诺埃尔可以优雅的跳跃完美落水，但换成短腿可莉之后，一阵助跑，可莉就如同一枚炸弹落入水中。憨态可掬，这样搞怪又可爱的角色，试问谁能不爱呢？我是大山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